般来讲，我在画线条结构一张图，大概是15分钟左右。你知道我们在旅行途中，在一个地方停留大概半个钟头、一个钟头，所以我必须要掌握那个时间，把那个风景的片段，把它掌握下来。所以我必须要快，而且我觉得画快的时候，你的线条都特别美，因为那个线条不是接的，是一笔出来的。而且我在画图的时候基本上是不改，因为我画错也没人知道，所以我就不用改。画画对我来讲是基本上是一种休闲的，可是如果我画画有被欣赏，我是很开心的。我常常讲分享是一种快乐，如果分享之外人家还愿意收藏，我就觉得我们的作品与其放在仓库里面，不如挂在你的墙壁上，有更多人看到，那是有价值的。我觉得要让你的作品有价值，是应该挂在喜欢的人的墙上才有意义。价格不重要，我的画都卖得很便宜。